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一毛四。今天我们等一下带你们到花莲旅展去逛一逛。现在一路往南，走着花莲最大的30米路，我们这样下去可以就直接往旅展方向。右手边这栋大楼就是慈济的急诊室大楼。花莲市这个时候车子还算蛮多的，虽然是下午，但是假日，所以车子还算蛮多的。你沿路这样下去，还不至于塞车啊。可以是走出市区之后，沿路都非常的好跑。向左转，这也是旧的台九线，再沿直走，按照指标走就可以到达旅展了。这边是南华，南华这边有南华面。前面往右转，不要过桥，那边就是往木谷木屿。右手边这边上去是同门村。进来是环潭公路，越到里面。